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，得着亮光。彼得后书第一天，彼得后书一章一至十一节，信徒应分外更加的殷勤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，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，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所以弟兄们，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彼得前书一开始，彼得自称耶稣基督的使徒。事隔约三年后，彼得后书却以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起头，多了耶稣基督仆人的称谓。侍奉主的年日越久，越认识神，就越能体会我们是基督的仆人。彼得在分享信息，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时，他的身份是使徒，但也同时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因此就侍奉而言，这两者乃是一致的。彼得鼓励侍奉神的人要分外的殷勤，并解释了为何要分外殷勤，如何分外殷勤，以及分外殷勤的结果如下。一，为何要分外殷勤？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二，如何分外殷勤？我们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我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，就必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三，分外殷勤的结果。相信主的人若没有以上这几样成长过程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
所以弟兄姐妹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我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，而且他必叫我们得以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我们是一群相信救主耶稣基督而因信称义的基督徒，也是因耶稣基督而成为有宝贵信心的人。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，从信心经历德行、知识、节制、忍耐、前进、爱弟兄与爱众人的心，分外殷勤地结出生命的果子，使我们也分外领受更多从神而来的恩惠与平安。亲爱的全能主，因你的荣耀与美德呼召我成为你的仆人，也因你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，让我更深地认识并经历你，领受你的恩惠与平安。导读神的话，彼得后书一章五至八节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阿们。是的主啊，我们都要结出信心的果子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相信若信心没有行为，那是死的。我们的信心必须要加上德性，才能够显明这是活的信心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都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与品德是一同增长的。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是与你一同增长。主耶稣，使我们靠着你凡事都刚强，凡事满有信心。阿们。是的主耶稣，我们要凡事靠着你，你是赐下信心的主，更是让我们可以学习节制的主。主啊，唯有你可以让我们有信心成为节制的人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凡事学习节制，我们要靠着你从你而来的恩典，遵你的旨意，才能够活出敬虔的生命。阿们。我们要活出敬虔的生命，靠着神的话语真理，使我们能节制不放纵，学习活出像你的生命。阿们。是的主耶稣，让我们学习活出像你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一双殷勤做工的手，让我们成为荣神益人、爱人如己的器皿来。谢谢主。阿们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成为爱人如己的器皿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因着你的爱，我们要与你更深的连结，就如同葡萄树与枝子一样，使我们成为多结果子的人。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Amen。 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